表 TV 艺人才招聘，成绩目前一名。我冇谂过呢份工要训练噶。除咗要服从节目组指令，我唔知节目组会安排啲几辛苦嘅工作俾我哋，仲要识得间歇性嗅觉失灵。大家应该都会闻到啲屎味噶。哇，嚟料啦，我闻到阵味啦。最猎奇嘅行业大揭秘，随时有份笋工等紧你。都发现可为偏门嘅新出路啊！全新打工真人 show 节目，唔知份工好，星期一晚11:00。